我又翻嚟咯。嗱，而家咧系开始做第三个 step， 因为头先我第一个 step 已经系做咗个夹噶啦，第二个系即系 MPU 啦，第三个得得 mask， 不过呢个系细支嘅，呢一个咧系500ml， 当然呢个用呢个先啦。嗱，我系头发咁长，当然系用咁多啦。开始搽发尾。呢、这个等五分钟已经就好好噶啦，整紧条辫俾你哋睇。好啦，我就会等五分钟，再倒翻嚟。